这些展品都是我们从全国各地收集过来的。嗯，像这些展品每个后面都有一个让人很感兴趣的故事。这个纸飞机看着就挺普通的。对，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。哦，可以可以。啊，它这里面还有音频。对，可以播放一下。我最后一次看到加豆是那个午后，他躺在病床上被推进手术室，从喧甜的人缝中我逮到了他的笑容，病魔折磨得他面孔枯黄，忧心忡忡的我不停地告诉自己没关系。这个小故事听的人就是挺难受的。对，但是还是能看到就是爱情的模样。是的，让我们还是对爱情要有点憧憬的。